既是美食博主、穿搭博主，还是 vlog 博主，但是还是谈话类型节目的博主。但是今天我决定做回我的美妆博主，我要向大家，因为今天突然有时间嘛，然后我想要涂一个面膜，所以就来一起护肤视频。其实我是第一次用这个面膜，但是它名气很大，所以我打算就去香港玩的时候就买来了一盒来试试。其实一盒只有四片，真的好傻，好贵哦。然后听说它真的就是日本还是韩国呀？韩国就是真的是美容院会用的那些面膜，就效果好像跟打完水光针差不多，反正就是吹被捧得很高嘛。然后我从来没有用过，然后买回来挺久了的，所以今天就打算来和大家一起用一下，来看一下我的第一，就是看一下我对这个产品的第一印象。它的名字就是噔噔噔噔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对，就是那些香普丽面膜，香普丽黄金面膜，然后就是它第一步骤。来来一，然后这是二，这是二，这是粉，然后这里是黏黏的那个胶状物体，所以我看了一下那个说明书，它是要把这两个混在一起，然后再涂在脸上。但是做这个之前，就先要把脸面部清洁干净了，所以大家跟我一起开始吧。I just assumed I'd play the part. Direction. No matter how your confidence may fall, I'll be here as your foundation. And I say, hey, you just let it go. Your struggles won't remain.就硬搓，结果就变成这样子了，笑话。
以再告诉大家，就是等30分钟之后再把它接下来。小红书上面是这么说的，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可以接下来，但是它真的会截屏，然后挺快的。然后我刚刚洗手的时候，那个手那个滑就刚，它都没有在我手上停留多久，但是就是就停留差不多1-2分钟、5分钟，大概这样在手洗。那个滑，希望不要是假滑，希望可以坚持得住。哎，再欣赏一次我的脸，这都成这样了。好，30分钟之后见。OK， 现在大概过了30分钟，然后我的试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试截片了，但是我因为是薄涂，所以没有来，就不能把它撕下来，所以我打算洗掉。本来的步骤呢，我去看了一下，是它会有一个碗，然后有那盒子里自带一个碗，然后自带一个搅拌的棍子，然后用那个棍子去抹在脸上。但是我可能带过来的时候把那个碗弄掉了，所以就没有了。然后所以你要洗掉，本来是它会要厚涂，你要把它揭下来，然后之后再停30分钟之后再清洗，然后再继续你的护肤步骤。但是我由于薄涂了揭不下来，所以我打算直接洗掉。好，好心疼，好浪费，我希望下一次。这次没成功，但是成功的案例那么多，你们可以去看看。一个失败的案例是有它自己的价值的。OK， 话不多说，我去洗掉它了。OK， 洗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好像有变滑，但是由于我没有做成功，所以并不知道说些什么。应该是好用的吧，因为它现在算我失败，但是还是有那种滑的感觉，但是也。可能是因为精华液的关系，因为我没有用洗面奶去洗它，我只用清水把它弄下来。我也不知道，大概就是这样了。今天是一个到此为止，涂面膜的失败啊！大家下次见。等一下，我就觉得就是只放一个做了失败的视频还是不太好，所以就重新再尝试了一次。大家看看，这次是成功了的。这就是30分钟过后的样子，我们来看一看能不能真的接下来。OK， 面膜接下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，看起来就有点那个胶原蛋白满满的感觉。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，大家下次再见。